你今年几岁？十岁了哈。你读哪一个小学？东河。东河哈，谁教你的呢？热带地区。他的老板是你的什么人吗？还是没有？师傅。你的师傅了哈。所以你这样学多久了？四年了哈。那你觉得这个最好玩的是在哪里？动作。动作哈。对。你在海里面会不会害怕？会有一点。会有一点哈。通常你是带日本的客人来这里玩，还是怎么样？介绍这里的水流或有没有危险的地方。冲浪最好玩的地方是什么？去交个朋友。他们都是来过，好像大部分都是外国人，是吗？因为老板是日本人，他也是住在那个热带地区那里，是吗？哦，也是住在那里啊。对。你长大以后会不会想要做这个？做哪？就做冲浪啊，像热带，有可能哈。对。嗯。好厉害啊！哦，你介绍一下这个小朋友。我不认识他。你不认识他。大家会介绍了，但我刚刚有，我在海边有问过他的。哦。住对面啊。对。是搬来这里的。他就比较会那个喜欢游泳的。他说你是他的师父。也是了，我们现在一起住啊，他跟他一起住啊。哦，一起住哈。对啊。暑假，因为差不多他现在国小开始5年级。然后一年级的时候，我开始教。他一年级就开始冲浪。对，然后就我有比较教严格，因为他比较大家那个比较穷啊，他不会读书啊，所以我觉得他可是他运动很好，所以我就带那个比较严格的训练嘛。让他发展这一方面。对，然后差不多今年第五年开始的时候会参加。比赛国内国外都开始，我要参加。就是，所以第一个，这个11月有那个柳总那边有一个比赛，所以我要带他去国外，然后认识那边的小朋友，也是差不多一样的年纪的喜欢冲浪的。